好，我们这次住的是叫南极临海民宿，挺干净，挺宽敞的。我们住在二楼，有一个套房。我们准备一点早点。春节期间入住放坡村民宿的游人很多，这个小早点铺人非常多。现在来看看我们住的房间，共有两个房间。这是一间房间，因为我们一家四口。然后这边还有一间房，这个房子是两张床。所以我们家四口在这儿住的还是挺宽敞的。闺女在擦鞋。这是我们入住民宿，它有个院子，这院子里停着住客的车。现在我们在这个露台上看看放坡村的风景。看这边鲜花繁茂，对于北方人来说这边还都开着花呢，看着很舒服。就今天还是阴天，但估计天气预报说明天应该好。这是上面还有一层，上去看看去。三层看，你看刚才是二层，这是三层。看太阳出来一点了，来这里的游客还挺多的。这是最高一层，一共三层。这间房是他们老板家自己住的。然后这是一共两姐妹，双胞胎两姐妹。好，我们去开我们的车去了。你看它就是这种三角梅搭的这种，搭的这种迎宾。这不都是民宿是吧？对，它就吃到甜头了呗。哦，就是它这井盖周围没弄好，这叫什么？西木海畔。这可能新的。哎，还有房车呢。哦，它这个大，房车可以开进去。哦，珊瑚客栈。妹妹，你看这院里小脏狗，进去小脏狗，好脏啊，小麻布似的。面脏。哦，嗨，吓我一跳。来，咱们就停这儿，前头就是海了。啊，就这么近还不走哎？对呀。服了，真服了。我错了，我这一天到晚犯错了。来，赶赶海，但实际上。海里啥都没有啊，好像都是贝壳。给小花螃蟹，给它的贝壳，你给妈妈看见吗？这个是灯塔，也挺漂亮。它现在这个有一个小公园给关上，它这个水里还有珊瑚，就是那种断了的珊瑚。这儿的海水还是挺干净的。好了，上去了，逮了一只小龙虾。今天中午海鲜有了，逮到一只龙虾，还有一只螃蟹，好像还真是龙虾，波士顿龙虾。看，哦，今儿中午的海鲜有了，海鲜大餐。那拿什么养的呀？咱也没瓶子，拿你的贝壳接点水。你还跳呢？你看小龙虾是龙虾吧？你看那，我们中午的海鲜有。中午的海鲜，一只龙虾，一只螃蟹。你拿手给它弄一点上来，你别直接拿贝壳下去蒯。哇，钳子，大钳子，我还不一般大才俩钳子。是啊，为什么呀？畸形啊！行，待一会儿让它走吧，我给它放海边了。给它放生了，走了，放生了。我儿子说要给它放了，妹妹，那咱给它放了。跟你说给放生，来，来，放生了，去玩去吧，玩去吧。哎呦，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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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钻石头缝里。小螃蟹呢？小螃蟹走不走啊？这儿呢啊，跑了跑了，都跑了。哎，这儿还在，哦，在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小螃蟹也走了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嗯，它这资源真好是吧？对啊，这么多沙滩随便玩。咱坐吧，坐不了，不不，这不敢。它的珊瑚再往那边就能看到珊瑚，知道吧？就看在水面底下珊瑚，看到活的珊瑚。对对对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